抓鱼，抓鱼。这个最近抓鱼打鬼，抓鱼打鬼，明天继续米粉啊。哎，对，换着话眼来，会不会打鬼？不，肯定不会打鬼，开玩笑。今天有大傻仔，肯定不会打鬼。那我大傻在那边，你看，那大傻，大傻在那边啊、哦。今天不会打鬼的。嗯。我们今天又带大傻过来。今天放网很成功，很成功。从这边哈，这个浮台一直放到对面那个浮台那边去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鱼，一点前途都没有。什么叫不知道有没有鱼？要是打鬼打金蝉了嘛、嗯！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，我来。有点没底气。越败那个叫什么来？越挫越勇，你知道吗？失败乃成功他妈妈。嗯，我不是他妈妈。玩在那边树林里啊，放了网，然后跑这边来抓粪，两不误。双分兽，嗯，有没有会不会有粪？试一试啊！哦，这些都是高手，用手机砍，眼睛看不了，用手机砍。专门看对面那些房子啊，你看，我们拿起来望远镜就跟专家一样，他拿起来就跟偷窥狂。海啸嘿，你要不要听我唱首歌？唱个屁！成功的八分又过来了啊！嗯，99%了，99%啊，差不多了啊，只剩下1%，我们就找到了。嗯，赶紧赶紧，回家回家。小黑，你搞得好专业，可惜粪还没找到。你别讲，你看，他搞得跟要打胆似的，笑死我了。我给你们看看，粪好多就是找不到。哎呦，逗死我。谁没看见？有没有？搜寻目标数。现在有10%多少了？0.01%。找不到，回家去。嗯。小黑来喽！来了来了，没心情啊。谁没心情啊？嗯，接着干，没心情也得接着干。算有说法啊。换了个几个地方，又给上煤气了。走走走，抓鱼去。一分得好天气出来，这阴天不好找啊。哎，搜搜搜，应该有了啊。我靠，大鲤鱼，十来斤的。看见没有？好大，好大。有一条十来斤的大鲤鱼。嗯。快快快，来插完伺候，太大了，快点，嗯，来来，快点快点，插完带过来，肯定要，来来有所收获，难抓这美丽的，那我拉着你插，来，小心点啊，别掉下去，我拿，你接，快点，快点，别让他跑了，快点，还没留这一套呢，太大了，不好，敲了，好。上货啊、哦！上货，嗯，太粗了，嗯，放大，来，那么前面又来了，喂，有了，有了，两条，来，三条，哎，往上加仓，往上加仓，还有，哦，来，有，原来是鱼怎么走？那是黄鲷，黄鲷，黑刺啊！黑鲷，好这一条。嗯，要么没有，一下子就来三条。要不回家去解啊？哎呀，这时候回家解了。回家解，前面又来了，前面也有。连续来几条啊？前面那条不要打。全都是黑鲷。全都是黑的啊。看着不会睡着吧？嗯。不好看，那天抓的那个是哇，彩色的那个黑鲷。黑鲷。都是黑的，前面有点黄色。哈哈哈哈哈！鱼散户，大不大？大不大？20多斤，差不多。那你唱完准备来。一点都不尊重的。嗯。哎，这是，是鲤鱼啊。这么漂亮，还不可咋回了？你应该办。我六月份。放射，好，
我了，我的黑石都跑了，跑了。跑了。梨要小的要翻身，大的要给它抱住。罗非不要给它抱。来来来，罗非又来了啊！黑的，黑的。黑的。有，还有。咸淡水的。好吃啊！我我天不苦，不苦，没有土味。哦，都苦，都苦。对哟，这个看，这不够辣的。人家大的给跑了。不要大。哇，怎么这么多哎？啊。快没了，快没了啊！要到头了。还有啊，还有。到头了。到头了，没有了。刚刚带着你啊，回家去接。嗯嗯，走走走走。那么重，你一个人抬？给你了，给你，给你。回来了啊，然后往柱子上面把网接一下，全部都是小罗非，等我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这条就比较大啊！小黑说去把网洗干净，下回抓的更多。这留的可以啊，这说话可以的。晚上钓场啊，吃什么？吃罗非鱼。什么口味？黑钓。黑钓啊！要钓出来涨水啊！然后蟹老板娘还是很可惜的啊，还有没有那么笨，萝卜有眼啊，特别漂亮。嗯，简简单单吃一点啊，我希望烫米粉。这就是所谓的简单吃一点。嗯。